好，评论评论评论，请回答，举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上课，因为那个新福的那边小朋友的网页断掉了哈，来，我们就开始了哈，来，好，你跟老师念一下，来，就比拉古朗一数，来，好好好，念得很好，再来哦，紧挨把来朗一马顾 ，OK， 好，瓦叶古瓦蛋。好，很好哦。来 ，the rock go you pass here。OK， 好来，那个服饰的收讯很好哈。来 ，can the jet ba lai wa shek here？ OK， 来 ，ma kai lang ba lai amui here。OK， 再来哦，来，古都古都列。OK， 马格鲁萨米，马格巴比鲁鲁哈马亚巴斯。好，很好哦，来，我们看看了哈，老师做一个一个解释哦，来，你看，来，跟老师念一下，来，这个朗逸。OK， 朗逸就说小朋友里面都有很多朋友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请问一下，那个评论你有几个朋友？哎，下面有一个答案，有没有看到？评论你念一下好吗？对，答对了哈，挤爱哈，对不对？你的朗逸一定非常的挤爱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再来呢。啊，那个叫马顾 ，OK， 马顾就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的什么东西很多，好，来再来，好，瓦叶，好 ，OK， 请问一下，你那个评论你在你班上你是算比较瓦叶的还是比较的肉？的肉的。哇，那你几公分？哦，啊，你肉还好啦 ，OK。那那个，志颖，请问一下，你在你班上是 the rock 的还是瓦叶？瓦叶好哇，那好棒哦，来，好，佩仪，话我问你哦，来，老师问你哦。你是瓦叶的还是的 rock 的？是哦，好，好，所以你看，我们都可以分得出来哈。哎，小朋友有高有矮，对不对？像那个图片里面这个有没有两个小朋友？哇，这个瓦蛋这个人非常的高，对不对？对，好来，这个应该叫有 bus， 对不对？好，来。再来哦，来，我们讲跟念，跟老师念来。好，很好哦，来，再来，马盖浪。OK， 好好棒哦，再来呢，那我们这边老师也提出几个名字哈，这都是我们泰雅族里面，比如说像女生的话，女生很多也叫阿妹，来跟老师念。好啊，那个，请问一下佩仪，你的打样名字叫什么？我知道你叫吉万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的名字打样名字叫吉万，对不对 ？OK， 来，那请问一下评论，你的打样名字叫什么？好，等一下，我先问评论来。评论，你的答案名字叫什么？啊，叫什么？以少吗？OK， 好来，以少哈，来，好，老师打出来哦哈，上一次好像都有教你们，对不对？你们记得名字，对不对？好，
再来呢，下一个男生的名字叫做 Ubus， 跟老师念来。OK， 好棒哦，罗嘎玛木巴赖哦，来再来哈。那我们开始就进到那个所谓的句子咯。刚才我们的那个单词一个一个老师都有教你们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到这个句子的结构里面来。好，就说就比拉朗艺术，先跟老师念来。好，好棒哦！来，那个，请问一下，佩仪跟志仪，你们两个，哇，好棒哦！你看，哈，真的是好。再来下一句哦，吉埃巴来朗伊马古。哦，好棒哦！来下一句了哈，来下一句哦，来，瓦杰古瓦旦。好好棒哦，来佩仪跟志颖来。来佩仪志颖加油。瓦杰古瓦旦，跟老师念一次来。哎，好棒哈、哦、再来下一个呢哈、哦The rock who you pass her yard. OK， 很棒哦！好，来下一句喽！好，来，好来，哇！你看，我相信你们都很认真，跟这个小朋友一样，很认真的在那边读书，对不对？所以叫我们认真怎么说？跟着。OK， 来那个音号叫 Gnazet。OK， Gnazet balai wasiat hia。好，很棒哦，好，来，再来那个，你们要知道这个 wasiat 这个名字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猜猜看。男生吗？哦，她是女生哈，瓦谢哈，瓦谢呢是也是我们泰雅女生的一个名字哦。那可是呢，在我们山上也有很多菜，一种菜也叫做瓦谢哈。来，再来呢，马盖朗巴赖阿姆伊希亚啊，对，来，阿姆伊是男生女生？阿姆是男生的名字，是女生的名字？来，志颖，应该是断线。来评论，来，请问一下，阿姆是男生女生的名字？哎嘿，老师，我们再回到前面了哈。来，刚才老师有说，来有教你们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谁？来念给老师听来。阿木已对哈，来我们再回头，好，再回头哈，你忘记了哈，来，来，好，所以马给朗巴来阿木已喜呀，跟老师念一遍。好，很棒哦，好，来下一句哦，来再来，你看哈，来，古都古都亮。来，跟老师念一次哦，古都古都亮。OK， 马格鲁萨米。OK， 很好哦，来，老师解释一下哈，来，好，这个尤其是这个马格鲁，就是在一起做什么呢？萨米，跟老师念。萨米就是我们的意思哦，哈。来，把我们把这个句子念一次来，别来，好多好多亮来，马格鲁萨米。